怎么好像亏了呢？这随时玩的好像哎呀，他没有越塔呀，这我不知道他一级学的是E，那个学的是E，你知道吧？我寻他一级要学的抠，我们直接抠一个，他妈的他学的E。没错。阴人还没打过，你说是？这锤石好像有点病，我发现。我中一个抠他也死不了，其实那锤石一不空了吗？我们去查案吧。哟，我抠到了。11刀，23刀，还行。兄弟呀、啊，这血掉的也太快了，这。哎呀！想穿帽子戏法。快来兄弟，我就想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那锤石刚才不给我撇灯笼？哎呀我操，你们觉得是我的问题还是锤石的问题？你们感觉你俩都有问题，谁的问题大一点？现在是大搜查时间。我感觉我的问题小一点，真的，我觉得锤石问题其实挺大的。走，去下路。
帮他打个炮台，我们撤。瞅瞅这锤石，呀，这都能定着我。其实我塔下兵挺多的，你知道吧？薛飞有点亏吧。不过如果能吃他们家一个塔皮，那还可以。为啥要给我撇灯笼啊？精神病啊！俺俩怕啥呀？他有啥呀？我就想问一下子，他有什么？你给我撇什么灯？你觉得我这灯有必要捡吗？拜拜。他六级，我也马上六了呀。那你为啥点？那他给我撇了，我还不点呢？想看帽子戏法？他撇了我就点呗。还行，这下路也就三十刀的差距吧，也没啥玩儿了，其实死一把外加三十刀，补一补，他游走游走就差不多了。现在是大搜查时。来来来来来，给我杀他！我会不会让芬女赶客呀？我可挺害怕呀。OK， 我们回家。59-70，十刀，哎，已经缩小了很多了啊。先这里摆个针眼儿。干哈呀？这狼头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孤儿没关系，我们就在下路补刀，剩下的交给队友。快跑！哎呀，
杰斯 TP 传下，我们家能没打过？我操了，真是的。我都不知道拥护啥，真的。因为啥呢？这老锤石确实是行，这老锤石怎么拿的八个助攻，我就想问一下。哎，真的呀，俺们家杰斯为啥才七级呀？我的天哪，上路七级44刀，牛逼！现在是大搜查。慢慢来吧，虽然杰斯才七级，我们下路也劣势，也不能算劣势吧，军事局吧，那人头都是那分军拿的。我把真皮手铐，你说我打的蓝也没用啊，那我干啥呢？现在我也没地方去了。我们赶紧过来支援一波啊！好，不用我们去了，我们下路收兵。你说俺们两个怕他一个，我也不知道怕啥。你说你就勾他呗，你要能勾得中的话，太累了，真太累了，累死个人呢、啊、这。这两个人呢，就站一块堆儿啊。加血。You have been slain. 还你哥锤石都挺离谱的，你说兄弟一个辅助他勾不中人，你说你玩 ADC 你说你咋玩？就你的辅助不会玩，你玩 AD 你往人脸上穿的也不行吧，这不是相互的吗？他能会玩了，我才能会玩，对不对？没毛病吧？想看帽子戏法吗？
摊牌了吗？慢慢补吧。突然觉得好有道理，本来就是很有道理的嘛。你说你辅助你不会玩的话，没有节奏带，你玩 AD 你也不能往人脸上穿去吧？你最多就点一两下，你说你还能咋办？我就不去了吧。我还去他干啥呀？下路守一波，先来中路守一波，先把中路守了。哎呦我操，哪来个大头呢？还往上踢呀、啊、这就别踢。哎可以，老头有大 nice 啊，瞎子你们还不让瞎子下来，那你俩能打死人吗？哎呀，瞎子扣空了。哎呦我操，我们家这瞎子是真猛。 nice 啊，瞎子拿红，不过他们家阵容确实是不行，对面全是脆皮儿，五个脆皮儿，稍微给这杰斯啊发育发育就好打。还有我也发育发育也能好打。瞎子有红，那我们把红打了。死了，脚印还很新。稍微发育发育，整把无尽就差不多了。打个蛤蟆去，马上我都十二级了，我补刀都比这塞纳都多。随时死了，不应该呀。
算了吧，回家了。这波我在干嘛？那我还能干嘛？我冲上去把五个人全杀了，我还能干嘛？你不应该说我在干嘛，你应该说我还能干嘛？我除了给个加血，还能干嘛？这分女儿这个风确实吹的还是比较厉害的。抢个龙吧，虾哥，虾大哥，看你的了，虾大哥。承认坑有这么难？没有那么难，我都回回都跟你说，我玩的菜你可以说，但你最起码你得能说对，对不对？你得能说对吧？你说哪菜你都看不出来，那你有什么好资格好说的呢？你有什么好说的呢？承认坑不难，上波我能干嘛？你说我在干嘛？你说我能干嘛？哦，队友在打架，我跟塞纳比补刀。塞纳去了吗？塞纳有大，我有大吗？塞纳大，整个地图他从下路直接往上路撇，我怎么办啊？我女警。我女警能干嘛？人家啪一个大撇上路去了，我不跟他补刀怎么的？我搁那瞅着，我瞅我给他们加油，我说去漂亮啊，兄弟们，这波赶紧打！我应该在这挂机呗？哎，哎呦我操！破技能了呀，下边来个火炮啊，怎么撇自己身上了呢？咱没说不让你表达你的想法，对不对？你最起码你说的他有点道理也倒行。
驴唇不对马嘴的，在那硬鸡巴喷。一瞅你说那两句话，我都懒得理你，真的。理你都感觉我智商好像有点不高了。他过不来，我给他放个夹，怎么的呀？这什么意思？这跟我们在这儿玩标枪呢？哎呀，可挺难玩啊，只能等我们火炮了，这攻击距离不行，没那塞纳远，你攻击射程没有他远，他老能控着我。我躲的技能太多了，所有技能都得躲，你说那五个远程还不能怼人家奥比亚马脸上突那个突突去，还打不过他，他上路发育的比较好，挺难玩。谢谢笨熊，他们家应该打大龙去了，我估计。跑的真快呀，这分女儿。他妈一个炮弹打我半管子血，我赶紧回家吧，差点没把我打死了。没个玩儿，太他妈难玩了，这 ADC没有虚拟环境，这还选个女警呢，这选个别的更没法玩了。